这唱的哪出啊？这个，我早说过把他除掉，一了百了。少卿大人，想必是有他的苦衷吧？你是不是被人所迫？你们不必乱猜了。我堂堂大理寺少卿，岂能和你们这些贼人联手？在外面，我自知不如你们，跟你们来到女儿国，也只是为了寻找抓捕你们的机会罢了。那这一路，你都是在演戏？是。令尊之事也是假的了？不，那是真的。三分真七分假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不曾想到薛大人的演技竟也如此了得。为了抓捕你们，我足足浪费了三年时间，又被发配到了西北小镇。这次我定要捉拿你们归案。陛下，你可都信了？薛大人不像是会说谎的人。李天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们可是来偷取麒麟角的？没错。你倒是诚实，国师，盗取麒麟角该当何罪啊？麒麟角乃是我女儿国国宝，盗取者死罪。偷个东西而已，怎么会是死罪啊？麒麟角岂是寻常之物，即便是乱说都可以坐牢，更何况盗走。这下死定了。不过念及你们并非我女儿国的子民，也并未开始盗取，不如就交给薛大人发落吧。多谢陛下。那不知薛大人要如何发落我们呀？当然是带你们回长安城。你就不怕我们再次逃跑吗？哎，怎么动不了了？在结界之中，怎么可以施展法术？并不是法术，只是某种秘术，不受结界控制。这结界也太奇怪了，防了半天，原来防的只有我们。李天，你这回该如何逃跑呢？薛大人真是好手段，竟然能得到女儿国的帮助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抓住你便好。把他们压下去，关住牢中。是。就是有能力想让他们看到谁，他们就看到谁。小师妹的幻术真是变幻莫测，无法无天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哎，别急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十回，多谢陛下和国师大人出手相助。薛大人不必客气，此次要多谢薛大人冒险前来提醒，才守住了我麒麟角的安全。我看这些所谓的魔道也不过如此。国师大人可不要小看他们，这魔道团在大唐犯下无数大案，从未被抓，薛某也只有一次得手，但很快被他们逃走。大人，方才的秘术究竟能维持多久？最多只能维持三日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安排人处置，绝对不让他们逃走。多谢国师大人。此次薛大人帮了我们大忙，我女儿国向来以礼相待，请问薛大人想要何回报啊？陛下帮我将他们抓住，薛某又岂能再求回报？不过薛某倒是有个问题想问。但说无妨。麒麟角究竟是何物？薛大人，你看我有多少岁？陛下如此年轻，想必只有二十出头。
薛大人可真会说话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500岁了。这，陛下可真会开玩笑。我岂能和你开玩笑？你既然想知道麒麟角为何物，那我便告诉你，麒麟角我也不知从何而来，但是只要喝过麒麟角泡过的水，便能长生不老。你看我这女儿国中皆是年轻姑娘，可曾有位年长者呀？薛某也有些奇怪，所有国民皆已喝过麒麟角之水，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也有70-80岁，国师更是有800多岁，是我国中最年长者。竟有如此宝物，薛大人为何想知道麒麟角之事？我大唐早有传言，说麒麟角现世必将引起血雨腥风，薛某一直以为只是传闻罢了，今日终于得知原来是真的。薛大人可还有别的问题？没有了。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咱们都逃出来了，为什么不赶快走，等他们来抓咱们呀？对啊，不是，我说平时都是我犯傻，怎么今天你们俩？我呢，就是想住一住女儿国的天牢，看看比我们刑部天牢如何。你为何还有心情开玩笑？都莫着急。薛少秋实在是太无情了。师妹，这一番你可了解薛少秋的为人了吧？他跟咱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别让我再看到他，否则我非让他碎尸万段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没错，薛少秋，你可算来了。你们是怎么逃脱的？当然是凭我们自己的本事。少卿大人，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女儿国有结界，你们到底如何使用的法术？对了，忘记告诉少卿大人，我用的一向都是幻术，不是法术。我们其实只是想试一试少卿大人究竟有何居心。既然又被你骗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李天，你休要猖狂，此地乃是女儿国，有一层结界，容不得你们胡来。我李天想得到的东西还从未失手过，这麒麟角我们偷定了，告辞。薛大人，李天他们何在？国师大人，方才在大殿之中他们使用了一招障眼法，此刻他们已经逃跑了。什么？竟能躲过我们女儿国的顶级秘术？国师大人，请您务必派人看好麒麟角，虽说有结界他们不能使用法术，但李天的手段实在是高明，而且还诡计多端，怕是这次麒麟角真的危险了。好，我即刻去安排。你说是不是？看这样子应该就是他了。挺像的呀。是他就是他。那几个人，哎呀，你看他来了。快走吧，快。去皇宫之前还觉得我玉树临风，无比热情，为何此刻如此冷漠？因为咱们上了通缉令了。啊！连个画像都没有，如何通缉咱们？通缉咱们这几个还有画像吗？那也不知道，咱们几个值多少赏金呢？难不成你想把我们几个都举报了，自己拿赏金不成？居然没有老娘的名字！我倒是可以把你们三个给举报了，这样我还能得点赏金呢。这通缉令啊，也真是业余，竟然除了大师兄，连我的名字都没有。二师兄，你以为这是皇榜题名呢？这上面有名字不是什么好事。那既然我们都被通缉了，现在该如何？简单，跟我来。走啊！
你们喊什么？我扮成女人有那么丑吗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说你长得不是丑，他们说没有见过长得这么恶心的女人。又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说在他们国家的律法里面，长成你这样的女人都是在这里自尽的。花姑娘，你不开玩笑，你最诚实，你告诉我，我扮成女人有那么恶心吗？好，师妹，你这技术还是不行啊。哎呀，我也尽力了嘛，要不然你用扇子挡着。花姑娘，我美吗？美。什么？大师兄都什么样了？他比我强到哪儿了？师妹，什么叫情人眼里出西施？你若是喜欢我，我也是你眼里的西施。滚！啊！你们这样多好看啊！回去之后跟我去香香馆，一个月还能挣不少钱呢。你别，我可没那嗜好。咱们人多，一起行动太过明显，还是兵分两路。我要跟小师妹一组。别，你长那么丑，想吓死老娘啊！我可是你亲手易容的。原来你是在报复我。废话少说，你们两个一组，我们三个一组，申时在女儿国的门口会合。声音，儒家可是良家女子。哇，你还好意思吐？别吵了，等会儿我呀。喜欢到泉边呀、啊！瞧他在转呢，晒晒太阳什么的。我的天哪，你看他，哎呦，这长得怎么？我眼睛是不是瞎了？你能不能挡点脸？大师兄可说了，千万别露馅。放心呗。好恶心！你还少说一点话吧。不，你还是不要说话了，干脆当哑巴。好的。站住，转过身来。几位君爷有何事呢？他是何人？为何遮住脸？他长得太丑了，怕吓着别人。太丑？哼，扇子拿走。还是打上吧。叫什么名字？他是哑巴。对，我是哑巴。哑巴还说话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其实，我们啊，大表姐，站住，抓住他们！大师兄，咱们到底去哪儿找麒麟角？找人问问呗。找谁问啊？去！姐姐，我比较内向。哎呦，妹妹，你这身装扮可真漂亮啊！哎，看这簪子，嗯，这衣服穿在你身上简直是太苗条了。对，我知道啊。妹妹，你要小心呐！听说有人来偷盗麒麟角。这外面可是极为危险呐、啊！怕什么？如今早已全城通缉那帮贼人，他们还能上天入地不成？也不知这麒麟角藏在何处，若这国宝真被人偷了去，可真就危险了。麒麟角当然是在麒麟塔里了。麒麟塔？你难道不知？你怎会不知？哎呀，妹妹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我岂会不知？只是既然贼人来了，那国王陛下岂有不转移之理？
麒麟角乃是镇国之宝，千百年来一直供奉在麒麟塔，怎么会因几个贼人就随便转移治理？妹妹说的是，多谢。你的声音？姐姐，你看他，比我苗条，长得也比我好看。我知道啊。我嫉妒，不跟他说了，走走走走，不跟他说了。为何是追兵还越来越多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太显眼了。站住，咱们分头跑，你把他们引开，然后城门口集合。太无情了。分头追，这边追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该不会被抓了吧？小师妹会幻术，应该不至于。二师弟不能使用神仙梯，倒是极有可能。他们不会傻到分开行动吧？应该不会吧。二师兄呢？我们是分开行动的呀。你们为何要分开啊？还不是二师兄太笨了，咱们刚分开就被发现了，害得我跟他一起被追，他还没到呢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快来快来，救命啊。奇怪，人怎么不见了？我们这边，你们那边。继续追。二师兄，你去哪儿了呀？我跑遍了大半个女儿国，这帮女人可真是太能跑了，我胸都跑掉了，累死我了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去找麒麟塔。听说麒麟角就在麒麟塔内。你们已经有麒麟角的下落了？到大街上随便一问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哎，我稍微歇一会儿。歇什么歇啊？快点，起。那太无情了，这胸都泡没了。师兄，这么多人追着，咱们如何进塔呀？既然不能使用穿墙术，就只能将他们引开了。如何引开？你呀，我，你被他们追了那么久，只要你出去喊几声，他们必然会来追你啊！还跑啊？哎，二师弟啊，其实我也是于心不忍。是啊，可是为了麒麟角，为了大家的性命啊，只能辛苦你了。可是二师兄，我这还没准备好呢。我不是陆大勇，快走！我不是我，姐妹们，你们好吗？就是他，站住！救命啊！我快不行了！救命啊！太无情了！小师妹，你去接应二师弟，我们三个去闯麒麟塔。为什么又是我去接应他？这塔内必定机关重重，若是有危险，也不至于被一网打尽啊！你们在外面接应我们，走。好吧。竟然没人，守卫定是在楼上。大师兄，我觉得有问题，或许是空城计呢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上顶层再说。
小师弟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都是好姐妹。师弟好棒啊。花灵，麒麟脚，等等。早料到你们的手段，果然你们中计了。那女的不在，只要不是幻术，没有人可以阻挡国师大人的秘术。少卿大人真是好手段。这次你们休想再逃走了。薛大人放心，他们逃不了。不管会法术还是魔术，只要用铁链将他们的锁骨锁住，谅他们再有本事也无可奈何了。师妹。哎妈呀，我陆大勇。陆大勇，你吓死我了！你，我都回来了，大师兄呢？大师兄被抓了，那还不快救他去？去哪儿啊？他已经被送到天牢了，咱们千万不能冲动，见机行事。先去天牢看一看，走。冷静。李天，事到如今都是你们逼的。薛少卿，你又何必假惺惺的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，所以才会自作自受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没完呢。等我抓到陆大勇和聂小千之后，我立刻带你们回大唐。回去之后要是还不成，可不是这个待遇了。看好他们，一有情况立即通报。是。心，我还死不了。花姑娘，这次真的是连累你了。是我连累了你们，怪我太冲动，没有听你的话。这次不能怪你，都怪我们小看了薛少卿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这点小痛算不了什么，倒是难为了你。你那么爱干净，却被关在这么脏乱的地方，估计要很多日才能洗干净。
我都无暇顾及了，没想到你还在意。所以说你俩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妖，这也算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可如今我们都已经这样了，就别谈情说爱了吧。阿姑娘，我累了，我想睡一会儿。李天，不能睡。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先睡一会儿，醒了再说。你是不是觉得本座不应该出现在此地？属下只是疑惑，你是何时藏在我发簪中的？那李天狡猾得很，本座不放心，怕你应付不了，所以不得不亲自出马。小心谨慎，请。是。难道你对本座的做法心存不满？属下不敢，一切听从法师安排。那你为何如此惶恐？属下只是在想，若是被李天他们知道了法师的行踪，无论属下怎么解释，他定会误会我的。误会？李天他们身处大牢，岂能知晓？倒是你的神色，好像特别在意李天误会了你，难道你对他动了感情？法师，你误会了。属下就是担心，若是李天真的对属下产生了误会，便无法再继续监视他们了。不必再继续监视他们。如今本座已经进入了女儿国，又知道麒麟角的所在，他们的用处不大。本座再提醒你一句，切莫对李天动感情。属下不会。华灵啊，自从你告诉我你的事之后，本座就去查了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玄空子这个人，当年害你的就是现在的李天。原来他还在骗我。本座早就提醒过你，李天狡诈多变，本座知道你心里难受。如今麒麟角尚未到手，还是那句话，切记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万事放心，属下自有分寸。谢大人。国师大人，薛大人，如今你已抓获李天大盗，为何还在此盘桓？不错，李天已经被关在天牢，但是还有两位同党逃脱在外，我必须把他们全部抓住才好回去交差。那本官定会全力配合。
全程搜捕李天同党的下落。多谢国师相助。除此之外，薛某还想请国师帮个小忙。薛大人请进。想请国师配合调走天牢的部分守卫。薛大人的意思是想守株待兔？不错，我明白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花翎不见了。花翎呢？怕是早就逃命去了吧？那是他的簪子。莫非他还有其他的逃生法门？独自逃走，是去拿麒麟奖了吧？没想到，我们竟落得如此地步。本以为算计了那薛少秋，却不想被他算计了，都怪我太轻心，连累了你们。如今只能期待小师妹和二师兄聪明点，找到天牢就咱们出去。快看，是大师兄和小师弟竟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。本来以为戒备森严，没想到如此松散。等一下，咱们俩一起冲过去，对付他们二人不成问题。哎，别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不是来救人的吗？二师兄，你是真傻吗？大师兄可是偷麒麟角的大盗，在女儿国可是死罪，就两个看守，定是有什么可疑之处。确实是有蹊跷，难道是空城计？定是有重兵埋伏，等着咱们上钩呢。走吧。陛下，这个薛少秋虽自称从大唐而来，又身为大理寺少卿，可事到如今，终究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，并无从求证。陛下，真的信了他吗？难道爱卿以为此人不可信？微臣也只是猜测，这个薛少秋虽行事耿直，但微臣担心他只是在演戏。倘若他和这个李天一明一暗的配合，目的也是盗取麒麟角的话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依朕看来，这薛少秋直来直往，不像是善于心计之辈，就怕是来者另有他人。所以为保周全，有两件事还要麻烦爱卿了。陛下请讲。其一，自然是要加强那麒麟塔的守卫。其二嘛，你要时刻跟在薛少秋的身边，以防万一。离恨苦，多少情。
我愁，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连我，我连情，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。想两茫茫，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连我，我连情，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。茫茫，唯留雪染墨香，两茫茫。